回到休息室，那样的话，下半场的比赛鲁能就可以有更轻松惬意的一个心情。对，而且呢，要考虑到一周双赛的问题，周末的对手也非常强悍，鲁能队早一点解决战斗，嗯，对于全队都是一个很好的调整。是。鲁能完全有能力控制住场面。又是吕征，好，漂亮，摆脱了吕征的速度，传过来，哦，漂亮，漂亮，奥比纳的身价显现出来了，很有巴西味道的一脚打门，对。